电视贺丽华频道两位主演罗晋和郑业成老师到这边来跟大家慰问啊。可以，先打个招呼好不好？各自再介绍一下角色啊什么的，好不好？就角色。对啊。我先来。那个大家好啊，我是贺丽华厅中扮演顾峰恩的郑业成。那个我是罗晋，萧定权饰演。一个太子殿下，一个是嘉义国殿下。哦，你看过贺丽华厅？你看过。对啊，我必须看的，我每天都要看的。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就是我们整个新浪娱乐的办公区了。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视频组的老师。我们今天也做了专访，后面的这个专访视频就会由他们来制作，所以好好拜托他们一下，好不好？辛苦。我知道他们好像准备了一些礼物啊。这个贿赂他不少。好呀。送点礼物吧。那我们拿礼物呢？我们这边有没有这个？做很重要，但是身体不行，大家一定要，太辛苦的话，一定要找时间多睡觉，然后保持你的状态啊。然后现在我们开始送红包是吧？对。我们你们有谁能说得出来贺丽华庭在哪里更新吗？优酷。好，答对了，你声音好大，来。我每天都看。好，下一个提问啊，下一个提问，是周几更新？周几更新？周一和周四。周一和周四，好，周一是谁？可以送。周一还加更了。来。好的，我们给你们视频老师送，简单的送一点，好不好？来。待会儿他们的你们的专访视频他们会来做的。哦，来辛苦调色啊，谢谢。你们这举着手机也很累。来，还有礼物。来，这样要不要？好，拿上来。我真的好想给你们玩啊。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小别的办在这儿，一起用办法啊。谢谢。你再往那边走一走。往这边走一走，我们还有很多的部门给大家介绍。你这是你们是故意安排来的？大家散开一点，不要围太挤。这是工作吗？今天他什么都满足，什么都满足吗？真的，变成另一个服务生。谢谢。小心啊！先几张就往前走啊！手机壳。我掉了一个。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呢？好，谢谢。哎，我这熊我也接。可以，好啊。好，来接一个，接一个。来个 crossover 吧，再请。先把这几张继续往前走啊，我们还有很多的环节。哎，我有个建议啊，一会儿如果你们想要签的，就直接给咱们，然后我们全部先来跟你们一起拿过来，好不好？好。好。姑娘，手机别丢脸了。没有签到的，到时候就给他们吧。这什么？U 盘。U 盘。啊，送给你也行。你给我的笔签的完全基本看不见了，这个笔是什么？不用，谢谢。我这笔是，看来这笔是这笔不行。再往前走一走。好，谢谢。好，没关系。春节哪买的？春节是贺丽华庭的。好，还挺带货哈。好，我再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们市场部还有音乐组的老师。下一步。啊。然后这边是音乐组的。对。从你们俩好多好看。啊，我给这边的同事也送一送礼物吧。还有我们电视组的大本营啊。还要送礼物。我的照片。对。小小掉地上，我给你个新的吧。
偷偷的不要告诉别人，还是给别人。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讲一个。叶老师有写很多我们贺丽华庭的这个好评的剧评啊。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送那个。这里，这里，这里。拿了吗？没有。你帮我拍一张行吗？我拍的呢。哎，你们这真的很好，就是特别的暖，特别的热。你要不要？要。要。你不要，你到时候我给你就尴尬了。好吧，我们要接着往这边走一下啊，往那边走。我们家一模。你们这里边是啥？是挺好的。来，辛苦辛苦辛苦，新年好，新年好，提前拜年，谢谢。来，哎，新年好，新年好，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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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辛苦。哎，你不要去死了。哦，你挑一个，正好。辛苦辛苦，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呢？然后我们在这边坐一下，这是我们谢谢谢谢办公室的。你坐这边，吴老师，您坐这边，我坐这边是吧？你先等一等，先发完这个。行，好，我都对视了一下嘛。好吗？好，你坐这边吧。然后那个这边是坐那个。我在这儿是吧？我是在这儿吗？对。哎，我去这边。体验一下电视小编的工作。嗯。第一个任务呢，你们先要各自找到一下机位，然后你们可以先在这个搜索区搜一下。行，再试试。然后名字呀，微博的名字。哎，真好，繁体。我特意给你设的。太好了。点到自己的，哎，这就有了。是吗？然后呢？然后搜到点击你的主页。然后你点一下找到你那条直播，哦，你可以自己输入。我说什么？这是你没有特别任务。现在你的身份是现在两点前你要来推荐大家来看鲁迅的直播。你有大家想问的这个想问的，发什么？我只要一直坐着发一上，然后你不用发两条就可以了。你刚说什么来着？对，下面一个明星特别任务的话题，你家有几块？你们平时都是夸什么？三三。我给你发一个不看的，可以，千万不要看贺丽华，你会中毒。好的，可以，这个文案非常好，哎，来吧。真的可以吗？可以的，可以，非常棒。可以吗？这样发出去吗？可以啊，可以，真的可以吗？然后我就发了，就转发了是吧？对，转发加评论。同时，这是吧？可以了吗？可以了。这样会不会被？好，再给第二个任务啊。第二个任务是干嘛？我们先等一下他。哎，你太慢了吧！你去发个我爱逻辑，啊，我爱逻辑就这样，我不是正念者，快，可以。哎，你们这个电，哎，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这电脑装游戏的。
都不能。我们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刚才你们是让你们用这个新浪电视小编的身份来转发自己的直播，那现在再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要分别以剧中的角色身份然后来安利一下鹤顶华庭。徐思，对，来兄弟钱。主要我想想啊，现在要发这个是吧？现在你就是太子赵丽泉，你就是嘉丽国顾本恩。哦。你刚才是转发嘛，然后你回到最后。然后我再发一个是吧？对，文案或者是如果你们想要自己找一个视频也可以，或者是自己在网上搜一张配图也可以，或者不加也行吧。我们还要找就是纯文案也可以。天哪，你这我们可能今天晚上可能才能回去。那你只发文案也行。个体发行这儿搜是吧？对，你可以去官微自己另外找，看他们都发过什么线上的这些人。然后去申请渠道。这个吗？这个。哦，你这样找的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么方便快捷的方法呢？在哪儿？对，我搜了。搜了，然后相册里面。哪有相册？网上。你看，这是你的工资里边。哦，这。你是在这里面投的？对。我那我选哪个呀？这样啊。我们日常小编发微博都是。有限时的啊！我天哪，那这个怎么有压力？他是发的太晚了，就要罚款了。你要我自己的是吗？好，给你们4分钟的时间，在12点之前发出来，可以吗？4分钟时间啊！这个就没了。再写点了好吧，这上面吗？对吧？有这儿。难道是我？这儿。我喜欢这个背景。哎，他去哪了？哦，这个哈。什么？他也从那张。哦，桌面。不用你，老孙是要去哪儿？然后你就开始编文了，然后就回到那个发微博的首页，就把文案点。哎，你们是两个一个号可以同时上两个电脑？这就是你刚才挑的那张文案。哦。然后你再编一张文案。编文案了。这是吗？嗯。点图片。对。然后一个。对，我看到了。这个是要怎么发？我们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是的，今天这个号是给你玩了。是吗？啊，你把密码正好带走。你发的啥呀？然后这个你有什么量要带的吗？我可以帮你带。你说你这啊？你说你就这说超话。你说郑业成超话是吧？对，这怎么在哪儿按的？警号。这个升级案例是什么？啊，警号哦，郑业成。这个呢？你不要带我。我只带你。我这么低调的人。这样就 OK 了是吧？带着一个三角。啊，是这样。你想让我放那什么？啊？你想让我放那？我送给他。
们有限时的，抓紧时间。隔壁还有一讲一下这三张图的故事。三张图的故事，为什么要选择他挑了三张图，挑了一张是跟关系跟剧情有什么关系吗？你就直接弄发给你吧，谁也不说，没有证据，就是前面是抄法，这三张图是吗？我们那我就想想我说啥，毕竟这是我昨晚刚送给他，今天又不干了，好烦啊。希望这是萧令权啊，对呀、啊、就是顾坤是吧？是的。希望再见依然是兄妹。哦不对，妹妹走开。希望再见依然是什么呢？再见依然是兄弟。对哈，我还有个杠杠，在哪里？这儿吗？这样就 OK 了吗？我现在是在顾峰写了一封信。就这样的。没完没了。你要加个表情吗？不要加，我们就可以完成。可以，我一张。就这样。不要感冒，都很好。你发的啥呀？你们俩互相看一看，看自己发的什么，他们各自发的是什么吧。你点进去，但是主页就能看到。这是他发的，下面是你发的。哦，多喝烫水。对，点主页，点主页。谁会喝烫水？对的，烫水。都烫多啊！那这儿。这个是他吧？现在我没有，没有今天没有，没有。你可以评论他。哎，哎，这你这还是繁体字哎。对啊。又高级。好，我们这个环节就算完成了啊。完成了。恭喜两位，虽然超时了，来，总监给你个镜头。万姐，好，我们接着往前面走。好，走。那你们有湿纸巾吗？走之前我想做一个长袖。这没事，这没事。擦肩膀。可能你们的工作真的是太忙了，尤其是坐在这儿的这一位。你看看，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线拔掉啊？你要拔掉的话，可能它在下面。是吗？真的，可能你们工作太忙了。坐这儿是个男生还是个女生？您不需要知道这是个男生吗？你不需要知道哈。回头再说。首先这儿我要擦一下，可以达到实用标准吗？他们真的很细。您欠我不行，能比吗？你要那个比才行。本来想让你拿着狗给我垫一下，我继续
累。不累不累。我们店长太紧张了，我们签两张就可以出个就走了。就是没签完。还有吗？好的，没人使用了。我叫杜光安，加一格。我是金的。老师，你在上面写吧。来，哎，老师你好，那个送一点温暖，这个你也不知道温不温暖，你看着办。谢谢。就是希望这个大家在看这个鹤立花亭的时候能感受到那一丝丝。你哭了太多。你们这样吧，一会儿给到他，然后我给你们贴完，我再好不好？送纸巾啊，纸巾，对，也是哈，但纸巾比较大，不好拿。来，里面还有。里边还有两个老师。你们知道了吧？当演员多不容易啊！签名还要闻味儿。你们的好多要求，我都拍了。后面是谁？好，我们前面让一让，谢谢。好。好，还有吗？后面。有助理，前面有。好。我都被挤到后面去了吗？对，再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们。我放这边。这边是我们一路的。东泽老师，我们新浪新闻客户端的一些新闻都是他们俩负责推送的。哦。所以想要鹤立花亭的新闻都上高分仓。对。请大家一定要做到公正、真实、公正、真实，做一个好的新闻。果然是太子殿下能说出来的话。因为现在的网络环境实在是太差了。好，我们送一点红包。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又太愤青了？没有，你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吗？是的，所以靠你们了。好的，真的，辛苦，谢谢，新年快乐！你拿了吗？拿一大红包。新年快乐！来，辛苦，谢谢。来，来，拿了吗？来，给我。后面还有吗？拿到了。这里。我兄弟呢？在那边坐在边上，一个转发。哦。拿了吗？这边。好，我们这边还有要签名的，现在就赶紧上。对呀，但是那边有人没过来。来。来吧，我们是合影吗？大家一起合影吗？好呀。哎，我们大家一起有更有意义。来，我站这边，来，把手机给谁？来，这个不好意思啊，用谁的手机？不好意思，把手机给，然后到时候你们传一下嘛。这谁手机？你拍啊？给他们一个好，可以拿一个手机，到时候我们拿微信传一下呗，好不好？这个是我在后面吧，我也想去。来，前面的人都站。让我们这个来先看这个，大家先看这个啊，先看这个。先看我这儿啊，来，一二三，看这儿。后面挡住了，往前是不是。对，跳一下，一二三，往上跳。跳。来，不是后边那个看不着。都有，到前头来吧，那个罗天，快，前面的稍微低一点，前面的低一点，对，我太高了，对，来看这儿，来一二三，看这儿，好，好，哎呦，不好意思，好，可以，一个个来。不要用美颜，好不好？不用美颜，太可怕了。一会儿你自己美自己就好了。我就不，哎，这谁呀？这谁？这边来啊！你再站过一点。那么怎么？哪个群？打你吗？好。哎呦！来，
来。你可不可以自己美自己？没有，这对，我也是用这个，我也用华为。摁哪个呀？高级到我都不知道摁哪个。这个。好。好，这个我们接下来有一个互动在这里啊。这边。游戏在哪边？啊，不会的。这个我们待会儿有一个互动啊。我老师，景点可以。啊，我们待会儿再合照好吧？我们现在有一个互动。还差一个。谢谢。来，可以了。下一个，下一个再开始游戏。好。那我们不像我们了，我们开始做游戏了。我们开始做游戏了。没你自己吗？我的是人相机。美完以后我就开始做游戏了。行吗？好，我们开始做游戏了。不要影响一下，他们都看你了。你们俩在这儿吧。我们选了两个小编，我们现在征集两个小编啊。然后我们要来做的游戏是来猜一下《鹤唳华亭》里面的生僻字，就是大家自认比较有文化的，或者是认识生僻字比较多的，有没有愿意现场？看《鹤唳华亭》的可以举手。那个穿蓝衣服的，对吧？还有一位小伙伴，是吗？这边男生优酷，孙老师站吧，是吗？那你来啊。等等，老板，这个环节好像不行，因为我一般不太看字幕。好，我们要求两队啊。我们现在的是这样的，两位小编一队，你们俩一队，然后我们来猜生僻字，计时一分钟，看哪个队抢答，看哪个队答得多。然后如果就是输了是要有惩罚的啊。惩罚是什么？待会儿再告诉你。我因为我要知道我是否要选择控制。如果有福利的话，我要赢了的话，那不是对吧？赢了的话，他们就我们在场的这些人就多发彩虹屁吹你们。发微博。你们想一个，你们想一个。我们可是新浪微博的部门，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微博的账号。然后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就可以多推你们。一天都在发彩虹屁，对，可以吧？来，多发点。然后这些词都是《鹤唳华亭》里边出现过的词。考一下你们。好，我记一下时啊，一分钟的时间，看哪个。那你们来抢答呢，我开始了。来，计时开始。第一个。军胡。我是我先说的吗？要举手吗？抢答，直接举手吧。那算你赢了，是吧？对。可以要说一分，记一分了。好。语毕。你看你这个下面都写着下面的，哎呀，打扰了，我挡一下，那能解释吗？这个不算。在那个监狱里，因为疾病或者是饥饿而死亡的人。好，厉害，现在平手了，现在我挡一下，我挡一下。来，我们来，预题吧，预题，哦，对吧？就是考题被泄露。对，那应该是二比一了。哎，你没说出题，不错。隐隐狂吠，就是像狗一样乱叫。啊啊！对对对，你们看这里。看。对，我知道了。我的天！好的。那二比二了是吗？嗯。一分钟过得好快啊！再加一分钟吧。潘博。那你还是算这边。那个，因为就是在宋代还是什么，就是因为穿衣服的时候要。便于揽袖子的一个工具，就是挂在脖子上，然后用来揽袖子。啊，这个笠头带过这样往对，哦对，对对。那算谁对啊？其实是你们。
读音对了，他们解释对了。那就算打平吧，三吧，三吧，三啊。营业。营业，这是营业。营业。营业什么意思？营时的。几点？营时。是几点？几点？三点到五点。哦，好，那算他们答对了。我怎么感觉我在上课呢？罗老师开课了。罗老师讲课堂。草稿。草稿怎么在这儿呢？草稿是吗？草稿，草稿，这是打草稿。好吧，请罪，请罪。那还是你们赢了。是的。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里面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台词。哎，我在说话的时候，你把词儿给说完了。还是想赢一下。红色的台阶，红色的台阶。哪个到底哪个读音？标，等会儿到底哪个读音？标眉，标眉，标标，年已标眉，年已标眉，哦，多大呀？结到了结婚的年纪，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标，你们一人答对一半，平手。又平手了。好吧，还是最后是你先说的。都知道，我自己的时候知道。哈哈哈哈哈。披风吗？披风。哦，披风。哦，好了，没有了。哦，那谁赢了吗？那是，我觉得算你们赢了吧，好吗？算你们赢了吧。那其实，你们要不要给他们发微博，然后也安利一下？可以，这样吧，你们现场签一个签名照，然后呢，你们拿着签名照跟他们俩一起合个影，好吧？好，哦。我先给你签名。我跟你讲一个特别有趣的。有一次呢，我在机场，我把自己穿成了豌豆射手。那什么叫豌豆？就是那个帽子就戴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就完全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那帽子戴特别严。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孩递了张照片给我，递张照片给我，让我签名。哎，我一看这张照片不是我，我就尴尬了。我说怎么办？如果我要不签吧，人家都很高兴的把这个照片给我了。如果不签吧，又好像不太好。但我签我的名字签在别人照片上吧，肯定有人不太好。结果我就签了一个那个演员的照片，签他的名字。一签到一半，突然发现完了，那字我不会写。然后就随便画了一下，然后给人家，他就很开心就拿走了。他也认不出来，反正。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做了一件让大家比较开心的事。所以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开心。开心。好，我们跟两拿着签名照跟两位一起合个影，上了一课。来，那个摄影师，欢迎以后你的粉丝找我签名。看这个镜头吧，好吧。来，你们站中间。哇，享受一下拥抱的机会，是不是？哦，一定，发微博。我去过了一下，看这个，来看这里，这边，好，好的，好的，谢谢，今天带我去找，谢谢。看看有空的时候看看，好好。有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学到一点以前大家没有看到的东西，然后可能跟现在以往的就是市面上的不太一样。好，如果愿意静下心看看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好看，昨天说是还没来得及。有空去常州看我。好，因为那里没有 KTV。快点外卖，求合影。让我们再走一走，合影。这边，你们进来。可以合影。好，可以。好，大家都鼓掌了，掌声都响起来了，是不是？大萌，对，他们手里有很多的希望这个蓝威的账号，是不是？哎，我现在也是个大威啊，是。你看我的微博发的是不是就是个大威？特别好，是叫大威吗？是的。我这几天把我这一年的微博都发了。欢迎欢迎欢迎！怎么发什么？那个猪也发的特别好，是吗？对，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可以，行，还你可以做的更好，对，那就保持这个节奏。对，让大家要多看鹤立华亭啊！对，好，我们来，那我们发红包是不是？哦，谢谢，哇，谢谢，第一次有人发红包，谢谢。马上过年了嘛，哎，新年快乐，哎，牵手。
殿下。这边是我们新疆娱乐微博的同学，他们手里有微博，然后在线上。感谢感谢感谢，希望你们甜甜的度过这个冬季。甜甜甜的啊！那边，糖果料，然后里面的老师给他们送一下。哎，你这个棒棒糖没有自己说过吧？一下能包过去。你们要不要再喊一下在哪里看贺雨华庭？优酷，优酷版。好，签，签吧。签在马上吗？现在马上算了，大家要多给他们俩发微博啊！好的，好的，来，收起来，收起来。哎，人呢？这里。哎，不是啊，不是给你，这是我的。帮我收起来啊！大红包。啊，那边是不是还要？对对对。谢谢。希望你们看这个鹤唳花庭能找到一丝甜甜的感觉哈。看到你才甜。那得跪别了得。我跟你说，你的态度直接取决于今天新浪能不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收视率吗？你做好表率啊！这都是谁的？谁的？你们要先跪为贵姓。我这张是谁的？第二张不是我的，这张是我的。我也不知道都是谁，那一组都是白色的。帮我拿的，待会儿要拿了吗？一会儿你们分吧。来，啊，这是我的。对，够了是吗？然后还有一组，再做一个混合。这个地方缺了一下。真的是写板。没事，绝版。他还有一张，被谁拿了？我们就占用这个位置，在这儿接着再做一个。我帮这张成，我帮你签一个。你干啥？好，之前他们手里有很多大 V 啊，之前他们分别在那个微博上，他们就发了一个粉丝愿望的征集，我们挑选了两个。哇，今天抽到这个。有这个请两位分别为我们当时之前在网上征集的这个在线网友他们的粉丝愿望实现一下。实现也没人，不用管他。那我们先做你的。好。今天我看到有个漏网。实现愿望了。来。我看到好像有。来吧。给成功的愿望，这个叫顾逢言的小伙伴，他说希望你对粉丝好一点，多拍点戏，没事的时候加一点采访综艺也挺好，不要有戏播的时候疯狂营业，没戏播的时候悄声匿迹。这得跟靖哥说，靖哥都帮我找找活儿，是吧？我现在也是在失业状态。好，这样那你就答应了啊，之后咱们没吸播的时候也要多营业啊，是这个意思啊？对啊，然后我们就是要让你像我一样，微博的小伙伴也会特别开心的，因为你们多营业，他们的 KPI 就会很好。我们会做成一个自媒体的，是吧？对，没事的时候多营业，多参加我们新浪微博的各种各样的粉丝活动。可以。好，第二个小伙伴给你提的要求是。郑业成直播的时候不对小叶子说不可以，不愿意，不可能，不等等一切近义词。那你现在对他们说个愿意可能可以干什么吧？可以不说不，对。你不要这样拆他们不嘛。不。不。他的意思是说现在不要说是吧？对，让你直播的时候。就是要多说可以，不要说不可以，多说愿意，不要说不愿意。可以干嘛？愿意，什么愿意干嘛？你让我愿意干嘛就愿意干嘛。干嘛干嘛？对呀。好啦，马上过节了，马上。十八宫格自拍。什么？十八宫格。考虑一下。这招是可以的。分十八条法。考虑一下。好，给罗晋老师的愿望，这个粉丝的名字比较长，方军10255527。他的愿望是，我想好好学画画，
越能画出心里想的眼睛看到的美景美物美人。不知道这个美人是不是包括罗丁老师啊？我一大老爷们儿美人，他的后代。我93年的吗？你要忘了93年。然后，对，就是喜欢什么就干什么。啊，另外一个叫包子，是什么名字？啊，对，他的心愿是期末考试不挂，英语考试，英语等级考试过过过。那你就祝他逢好必过，好不好？对人我每年其实每年我不是那个考试，那叫什么？考试经理吗？就是对，我要是当考官，肯定让你过。对，肯定祝你考什么都过。好的好的。对，你看看人家这愿望多好，那我祝你有一个愿望，有他做考官。我是人家都已经对这种愿望已经放弃我了。好好，谢谢两位，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好，还有很多小编辛苦跟辛苦啊，谢谢大家，来我不能跟你胡乱有吗？来，在哪里？哎，你们要一块是吗？单独好的，好的，好，要自己拍吗？好嘞，我跟你扎两圈。你站后面去，我站那边。这样好了吧？谢谢谢谢，好多人、啊。那这样拍吗？这样拍。好，没事没事。走吧。你们这个好，你看我的回应。好。签名啊，好的。可以签手机壳。没有美颜吧？我怎么觉得美颜了？你们俩不喜欢吗？我没有多余的啦，这些都是我的美颜。你有要求你要站着？没有，下面。就给我照一。好，谢谢。有什么工具？嗯，快上来。可以啊。好，我们再拍两张就再往前走一走。这里，这里，这里。一、二、三，再来一张。哎，我老早的。好。来来来。好难。给我的这个最近是没有美颜啊，这手机就这样。大老爷们儿就美颜，不不，没有美颜，没有一楼去来。这张就不拍了，我们走一下。谢谢老师，真的没有。不好意思，我最后一个，你后台撤了。好，谢谢。好，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走。要签证吗？他确定来就这个。好，下一个部门。好，哎呦我去，你说这个直播的吗？对呀，快走。护一下老王。什么老王，隔壁老王，来啊！真的，你们那么辛苦，你们是先签还是先？到前面，到前面签好不好？我们这边做大锤，锤子的那个锤。不重要，可以是吧？都可以，都可以。以前还没。谁打？就是不重要，你就是睡觉的睡，主要是提神。锤子那个锤，一个锤掉的，嗯。
这边了，这边了。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我不知道，美女去看我。可以这样，一会儿美女在。没有，你们太美了。这边是我们微博明星的同事啊，日常你就负责运营你们所有明星的微博了。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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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最后几个粉丝，他们吧，打扰你们工作了，真的。没有，你多营业，他们就是对他们来说就可以少点。我们多营业，他们工作负担就重了，会不会恨我们？谢谢来，感觉我就来挑事儿了。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红包。啊、这样这样，最后一个红包你不要随便给啊，嗯、你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你是准备让我把咬手吗？现场问一个问题吧。来。比如说，你想一个特别话题相关的问题，当时谁答对了，你可以把最后一个红包送给他。对啊，哎，你们怎么看这里吗？哎，你要放了，你有了。今天晚上回家看。这样就问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吧，简单点的。贺玉华庭在哪个平台直播？谢谢谢谢，有请优酷，优酷。好，这个小伙伴是最先答对的，我们最后一个红包就送给他，好不好？谢谢谢谢，拿到了。好的。好，可以。好，我们在这儿做最后一个互动啊。在剧里面两位是演的是好兄弟，所以我们现在要考验一下兄弟默契。等会儿我们先说输了怎么办，赢了怎么办啊？有输赢吗？我们可以定一个吗？太子都已经这么难了，我们当然要难为一下才行，是吧？这样吧，对吧？都已经这么难了，你还要难为他？前几天争取了一波表情包，我就觉得太难了，想开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样，我们把这块让出来，让他们俩站在这儿，好不好？不会，就在这儿，姐，规则是怎么样的呢？再给我们详细讲一下。我们要不要搞一个小游戏？什么小游戏？如果您赢了，我们微博明星的头像可以让您选换一个您选的表情包。如果我们赢了，那你就要你的微博头像就要换一张，换成我们选的表情包，就是这个表情包。我的没换过，就我的头像，我的头像从来没换过。是吗？哎，我从来没换过。哦，换过，就比如说有一些特殊事件的时候，我换成黑白的。那我们要不要换绿洲的？不行，要不要有个彩头嘛？绿洲的头像要不要换一下？啥时候换呀、啊？要换不换？换不换？我也不知道。输了就换。这样，因为我们定的那个是一个就是同题问答，考验默契的，这个好像没太有对错啊。行，这样吧，那我们先把这个活动做。那我们一会儿想一个。换哪个？对，换对错的难为你。没有，我们要预定一个热搜，这说不定换了之后就上热搜了呢。热搜啥？你说啥？你说啥？先把这个预定的，先玩这个游戏。我们要干嘛？现在考验兄弟默契，回答同一个问题，看你们默契怎么样。那就开始了。第一个是虐剧还是爽剧？爽，这就虐了。虐，虐完就爽了。哎，对。第二个，兄弟还是爱情？爱情。哈哈哈哈哈。应该是兄弟，没什么区别。这个你们可以同时答爱情。兄弟和爱情感情吧。你是说什么兄弟还是爱情？对啊，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选兄弟还是选爱情？选兄弟和爱情都要选，对，都要选。成年人我都要。对，请对女主角说一句话。我对女主角说一句话。我说，其实我那个比较经典的一句台词的话，就是是那个，相濡以沫是家事，相忘于姓，江湖才是姓氏。啊。然后我吗？我对他说一句话，相忘于常州，记得来常州看我。你知道网友是如何形容萧敬权的吗？如何形容萧敬权？这道题太难了。人间男神。对，这个难，这太难了。微博男神。很难。那你们知道网友是如何形容顾文恩的？我吗？就是小天使，他是关注过大家。小天使啊。对对对，就是好多人。每个剧一定有一个小孩，然后伏地魔我们是天使这样的存在，就是黑了点儿，比较善良，又黑了点。然后，请用三个字安利贺礼花瓶。三个字啊？对，特好看。三个词，三个词。今天来，好看，好看，好看。头上。可以，那你们觉得你们这个回答有默契吗？默契其实挺默契。对，其实拍戏我们在戏里也很有默契。而且我俩都是小时候唱戏的，所以默契。对，一进组我就问清我说：“这个那什么那个多大年？”跟我九三年，哎呀，我们俩都九三年，而且我们有同龄啊，对，特别好，我们都是九三年属鸡的，聊的都是一样的话题。对，那你们觉得，还要搞那个？是我们是赢了吗？你们赢了吧？就大家对他们的默契，刚才你们有几个是答的是一样的？基本都一样，我们的方向都是一样，我们不会出差错的，我们都不用对，你们可以随便再问点别的问题，我们都是一样。对，你知道吗？好，我给你先往下走，然后呢，我们他就结束了。那这样吧，我们替你实现，刚才你也给我们送了很多红包了，然后那我们也替你们俩实现一个粉丝愿望，不是粉丝愿望，实现一个愿望吧，你们可以提一个要求，我们看看可不可以。那我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是吗？什么要求？没有要求，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步活动。有没我就没什么要求了。啊，那就大家所有人都我们一起要求他们，就是明年发大财，可以吗？对，我们的要求是大家首先大家要保重身体，因为我知道大家的工作强度在这样的公司里工作强度真的是很大的。确实是这样，就是年轻人在网络做互媒体这一块真的是很累，所以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要让自己的父母放心，不要那么担心你们，一定要放心。然后大家工作强度再大，压力再大，也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排解方式。对对对，然后大家心态可以开心一点，就像我一样，反正就是不在乎所有东西。然后就是这种要求。对对，我们的要求嘛，就是对吧？啊，对对，给大家的要求。好，那今天就我们在外面的活动就暂时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我家在线网友的翻牌，我们回到会议室那边去走。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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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前面一直攒着没有攒着东西。老师，想要糖，谢谢水果。老师，来，你就不怕是他做过的吗？来，没事吗？你们好了吗 ？OK。哎呦 ，Sorry。到了。好好干，还好好看。你叫什么名字？我选择。这块儿直播叫那个。他在直播，你可以先跟在线的网友聊两句。有送礼物的吗？现在已经不流行。对，他说毛衣真好，这个都说毛衣好看。罗定老师待会儿要去这个新浪新闻的客户端，然后去翻牌儿，所以现在大家也可以马上去到新浪新闻啊，去找一下这个空降的专区。我们工作室昨天有没有发？对，可以到工作室的微博上进一下那个链接，找一下这个专区，多多留言啊，说不定待会儿罗定老师就可以翻到你了。好，我们见。
来，嗯。那你手机在哪儿？把那个手机拿一下。你手机在哪儿？你的。我手机不在哪儿。哦，我也拿手机了。手机都没有。可以一打开跳金大票了。新浪新闻，我早就有。然后你用自己的微博账号登录一下。好早以前就有，好像我记得是因为我有一次要看新浪的一个什么弹出的一个页面，然后必须要下载。啊对，然后我。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页面里面找什么呀？找自己吗？互动的那个专区。在哪里？在新浪新闻里面是吧？我进你的，你进我的，不就完？能进自己的，进自己的专场，然后点到那个评论区的。进去不要打扰了，打扰了，走错房间了。然后呢，就然后点到对，点到评论区之后就回复就好了。然后咱们尽量挑最新的啊。那尽量挑最新的。对，每个人需要回复十条，你们可以念一下这个粉丝的留言，然后再。说一下你自己的回复，然后把字打上去就可以了。这是黄色，直接就回复是吧？对，直接回复。幽黄听箫吗？还是你这个上面是竹字头，下面一个黄色的黄，那什么字？是黄，是黄吧？幽黄听箫，他说的那个是在这里发吗？我说那个是的，直接回复就可以了。哎，这个东西能点吗？能点吗？赞。回复，哎，回复在哪里？回复谁呀、啊？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哦，你点一下那这个，你什么电话？我这个，你看我们的华为多好。对，我一直华为这边，我想换华为。对不起，我是华为。然后我回复啊。哎哥，这怎么走路？你听听。哎，出来了。你点一下他就直接回复他。手机太行。别难过，哎，我要先说这个事儿，我看到了一个。靖哥，你这一次有一起同步追鹤唳华亭吗？如果有，你会因为剧中的萧定权难过吗？他好难呐、啊，他把我看哭好几次了，隔着海峡，就盼着你一次翻牌，好远。海峡。对。然后这必须得回啊，是吧？嗯。翻。嗯。摸摸头。好，多多准备好纸巾，会越来越难。你看这个，恩恩玉宠小黄文，说你的眼里还有我们吗？哇，这个说的有点太厉害了。会越来。回个啥呢？那个没有。在脑海里。庆幸的是。那他们会过来打我吗？你管他呢，他打不着你啊！那我帮你挡住。反正我在常州什么都没有。你信不信？我来了。你这还算？我回复出去了，一共那个回几个？十个是吗？是。啊。嗯。
哇，真的，你看他发了一个这个，我就回了一个好长。哎呀，你看啊，不刚刚那个问题说哭了好几次嘛，觉得萧敬腾难过嘛，我说多多准备好纸巾会越来越难的，但庆幸的是萧敬腾坚持了自己，成为了他想成为的人，他是幸运的。对吧，你觉得？我觉得也 是幸运的。对啊，至少他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这个。对，再难吧，对吧，再难我觉得都有转变，人说白了就是人活着哪有容易的。对，所以在这里面要找到自己开心的地方。你看萧敬腾平时跟顾峰恩玩的多开心啊。对，然后顾峰恩反正也走了，每天玩别人和被人玩。然后再往后啊，这个 CICIJ， 你觉得萧敬腾扮演萧敬腾最难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离开萧敬腾吧，脱离他，对，就是离开萧敬腾。那毕竟那会儿，整个那个状态都是在那个里面，对，看着也太难了。你也不容易。这个 C I C I J O E Y C E， 萧敬腾，你掐陆文熙脖子，你良心会不会痛？这个太逗了，我良心不说他只是在做他该做的事。别说你，我没良心。良心是什么？良心是什么？能吃吗？不要这样不好，我们要回归好好正能量。对于贺立华庭这部家庭和睦、兄友弟恭的绝世大甜剧，你这有什么感想？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萧敬腾，你掐陆文熙脖子，你良心不痛？这我没法回答你，我都连见都没见着那姑娘，你给我推倒了。对待一个间谍，掐脖子是轻的。我可以这么说吗？剧透吗？这直播。哎呀，算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就当这样回答了啊。殿下，臣请问圣公安可否？天哪，老衲很佛系啊。首先，一定要纠正一下这个。圣公安可否是对皇帝请安说的话，而不是对太子请安说的话。如果对太子说圣公安可否，你这就是谋反呐。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注意的，请慎言。是兵谏清君侧是吧？那个表情在哪？那个嘘的那个表情是不是没有？然后上感到特别难受。上次在头条发的问题没有被选中，能有机会吗？这么多场哭戏，那场让你感动，那场让你感动到心力憔悴，特别难受。这个叫 Love Jin 1130，我有纯粉啊。这个我也回一下啊。其实心力憔悴，每天都在心力憔悴，你觉得呢？是吧？每天都在心力憔悴，催着催着就催不下去了，催着催着就习惯了。其实真的，我是觉得贺立华庭啊，就是人其实每天我觉得压力都挺大的，然后你没有一个方式去宣泄你的情感。其实有的时候看这样的戏啊，就有虽然是哭了，但是你哭着哭着吧，你不会发现你的泪腺通畅了以后，就是这种压力释放之后，你就变得突然更轻松一些，对吧？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挺。Sorry， 发生了什么？有人骂我。啊。好，我们一个人回复十个就可以了。十个人，哎，我刚我回了多少个？刚回了两个。萧敬腾，你把扣子扣上，好嘞。
扣子扣子，别这样，别这样。好嘞，我帮你们把扣子扣完成。真的，你别没事出来就老露，你知道吗？真的不好。不用。这样，你如果实在要露，你露过这边，可以吧？这样可以吗？太气，绝对不走光。来啊！这个为什么至今只翻了两个手速啊，朋友？金哥，你看得到我吗？你不回答我，我都无心工作了，全是微笑啊！好好工作，工作完了好好看戏，好好工作，下班好好看合理化庭，合理化庭再往后走，美好的东西就要开始来了。就在剧痛啊！好了，我不说话了。美好，再等一等。昨天有一个让大家说舔了一集虐了一整部的剧，然后好多人都提名《鹤立花亭》。后面会有一些舔了一集，哪集舔了？哪集舔了？跟顾峰恩吗？不是，你们俩其实很甜，我觉得。想要开心的看鹤立华亭就跟你们俩比较好一点，你往后看吧，对，后来谁知道是吧，对，这个戏你我觉得你肯定学会了很多生僻字吧，哈哈哈，请出题，我们接受挑战，除非你答不出来，嘿，我好像真的不一定能答得出来。当初接鹤立华亭的时候是为了挑战，还是因为这个剧本萧敬腾的人设吸引你？缘分让我们遇到了，缘分让我们相遇，是不在千里之外什么那个，缘分让我们遇到了，就走到一起了，我就成了萧敬腾，萧敬腾就成了我。哎呀，打字打得好长啊！这个好难打呀，算了，这个就放弃了。那个，哎，这个，那个顾峰恩到底能不能打得过萧敬腾？顾峰恩能不能打得过萧敬腾？我们现在是文明时代，好吗？我们不要那么崇尚暴力，好不好？所以，真的，当然打不过呀。所以往后看吧，是吧？对。信哥，你演这部戏哭了那么多，每天早上起来看到镜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会不会自己心动了？其实哭这个事儿吧，说实话，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一瞬间的时候，就是那个角色发生的事情和他的本人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打动到我，对吧？你会演戏会有这样的，会，对，所以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是像咱们拍这个戏，我演顾峰恩的时候，他会让我也在成长。对，因为他前后期会有一个那个，所以哭着哭着就成长了，对吧？然后这个九三零，对吧？常州有 KTV， 有火锅，有外卖，不信你来。哎，他说的常州是江苏的那个常州，是那恐龙乐园那个常州是吧？对。两位老师可以稍微加快一点速度。签名照是否可带？可带。好了，我们回来有好多了吧？行。你们要数一下啊，没有，我最后跟大家结束。罗晋一般自己的戏播放从开始到结束，微博宣传只有两三次。
为什么独对鹤立华亭宣传这么的勤？是对这部剧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吗？还是感恩回馈？你好，我现在是大号罗晋。是，我没说错的话是五个啊，才五个吗？我想你在那么大的强度的戏中你就怎么走了？六个，我的问题你还没回呢，啥问题啊？哎，你傻笑，快点正事儿，看着呢。一切随缘。鹤立华亭拍了七个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难，难上加难，强人所难。我真的很想翻到后面的人，是不是？如果是最后一个，等于最下面的一个是最先发的呀？最前面的是最新的，最后一个是。最上面是最新的，就最底下那个第一楼应该是第一个，底下的那个是最前的嘛？对，第一个留言。对，我们得给底下的，我尽量的往上翻啊，翻到前面。请问一下，大陈，一般剧的配音都在杀青完了几个月后再次配音时候，能否再把握当初每一场戏的情感呢？如果再次配音时候对某一场戏有了新的情感处理，会按照新灵感来配，还是遵循之前的情感？这个好不公平啊！你说如果是说啊，嗯，最前面来的人就肯定是最着急的人啊，结果他发的太早了，发太早以后呢，然后我一直在回这附近的，然后最前面那个人我就回不到他，他会不会觉得他就沉下去了？来，我把你捞起来。这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啊，是想问拍这部剧的时候情绪压抑如何排解，还想知道结局是否如小说悲凉。结局看完你就知道是再回复一个就完了。哦，我正好是回的最后一个，就第一个。嗯，结局看完你就知道了。压抑的情绪，每个人。我还有几个。排解压抑。情绪每个人都不一样。好，尝尝哪个？看书，看电影，待着。就这个，再回一个就可以了。再找的是最前的。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能回完这个就可以了。哎，我这样可以吗？就是排解压抑的情绪，每个人都不一样。看书、看电影、待着，各种方式。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排解压力的方式。生活不易啊！非常感谢，我们可以在这个直播的镜头里的小伙伴再简单说一两句吧，然后打个招呼，我们就可以下镜了。我撤了。再多看他们一眼吧。跟在线的小伙伴说一下。
看一眼不是。我跟他们正式的告别一下。行，那个告别一下。那个小伙伴们再见。那个说什么呢？今天在新浪玩的开心。今天在新浪玩的开心吗？你开心吗？啊，我说开心吗？请问今天你在新浪玩的开心吗？我觉得玩的还行，还可以，还挺开心的。你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欢迎下次再来啊！咱们聊聊餐具，然后都能互动。那挺好的，好的。把这个最后最后，拜拜拜拜拜。大家记得看手机话题啊。对对对。